奔驰车友一定不要错过的一款好物，就是这款奔驰专用型无线充手机支架。为什么说它是专用型呢？因为它有个奔驰仪表专用的固定底座，可以做到无损安装。它还带有红外线智能感应开合，让我们放手机的时候更加方便，安装也是比较简单便捷。螺帽旋转把支架固定好即可，就算是小姐姐也可以自己动手安装。它主要的功能还是无线充电，手机放上去后灵敏感应充电，无线充电出行方便，就算出行遇到颠簸路段也是牢牢固定手机。现在点击下方链接可购买同款。